级汽车。空洞历险记。贝勒虎说的矿洞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哦，找到了。嘿，库宝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要去洞里挖宝石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工作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雷克警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一会儿见。再见。嗯，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得过去看看。等等，嘿嘿，今天的收获真不少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嘿嘿，这么漂亮的宝石当然要归我麦特博士。啊，那是我挖的宝石，快还给我。站住，把宝石放下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。好像被困在里面了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矿洞，麦特博士，他们一定遇到了麻烦。开心湖，增强信号强度。好的。总之我们被困住了，宝石也被钻的车抢走了，必须马上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钻在车，快追！这里有两条路，走这边。雷达雷达，寻找目标，滴呜滴滴呜。铲子铲子，清除障碍，哐哐哐哐哐。加速度，轰隆隆，向前追，冲冲冲，快进攻，哐哐哐，宝石找到了。嘿嘿，挖宝石果然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抓坏蛋也是最有趣的工作。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嗯，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
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士吊车阿力。屈才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，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。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
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场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佩勒虎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
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，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嗯，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瞄准目标，咻，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，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。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最强一击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超级汽车会胜利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，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。惊险飞行，哟吼，开心虎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，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丹丹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，救命！麦多多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
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。出动！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好恐怖！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人人都冲弹呀弹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轻轻弹呀弹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消失的超级汽车，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斑斑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
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。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你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警长，敌人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拉住你。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他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
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啊，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啊，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嗯，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大力士吊车，阿力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轮胎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吊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这心意，好有趣的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方向盘转呀转，加点创意和想象。方向盘变呀变，变成是这里大地。汽油桶滚呀滚，的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